当地时间4月11日，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将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闭门座谈会中发表演讲。在从台湾飞往美国的飞机上，韩国瑜认真地熟读演讲稿。据悉，韩国瑜的演讲稿主题为接地气的力量，他们坐而言，我起而行。当韩国瑜抵达波士顿机场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任何政治人物的未来不能离开基层，不能离开人民。任何政治人物的未来不能够离开基层，不能够离开人民百姓，而不是高高在上，也不知道民间的疾苦。那样子时代的政治人物，透过去年2018年的选举，台湾人民眼睛雪亮。